嗱，今日係呢個風車比賽最尾一日啦。之前嗰日啊，而家十點兩個字，咁啊，四局啦。睇下讀數先。雖然差咗少少。其實如果佢係啱嘅話咧，應該都而家幾多啊？二十幾啊？廿五喎，廿五個 MA 唔止添啊！咁但係咧，個首要嘅條件咧。是要他由零到喐的，那我們來個測試。這麼正最可惜的風是要周圍喐的，我們看看發生什麼事先。我不可以掉，我現在有點毒。鼓掌啊。這個不計，因為他超出了範圍。佢竟然可以唔喐，等先，我可以認為佢係高度不正確。外星人。咁你要教好噶啦嘛？你聽下，你不如有得教個風嘅啫。係啦。啊，兩位點評價頭先嘅表現咧？呢度？整得好辛苦，但係佢都唔喐。咦？喐喎！嗱，自己喐啊，真係自己喐啊，可以。嗱，佢真係識自己喎，但係都太慘。喂，咁。